白云岭，另一个自我虚构的世界，时刻都活在天马行空的空间，喜欢发掘别人觉得微不足道的原材料，将它变成有价值的艺术，作为创作的元素。经常为创造而挣扎，人的思想往往都被社会大众的观点去定型。思想是不应该被束缚，而舞蹈艺术亦不应该被常理去规范作品的自由度。一个生命个体经常寻觅自己最不熟悉的地方，去制造最复杂的问题，去反问自己，越多问题就越能造就自己的存在价值。
意对抗。我认为每样事物都没有特定的答案，反而答案是无限。而我就是利用这些无限的答案，在不断追求艺术的转变。而转变就会激发每个人的细胞去产生艺术的敏感度。